今天，国内三家智库联合发布了一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。在我看来啊，美国抗疫就是三个不：一是不说实话，对待信息，美国政府要么选择性失明，要么习惯性失智；对内是遮遮掩掩，对外是指指点点；二是不干正事儿，政客当道，一条人命抵不过一张选票，急着挽救股市，却不着急抢救病人。连美国专家都在怒斥，这就是屠杀。三是不讲武德，美国一边放松疫情管控，向外输送新冠病毒，另一边打着病毒溯源的旗号，大肆滋生溯源恐怖主义的政治病毒。在这儿要奉劝美国政客，疫情面前别造谣，别作妖，更别想高高挂起，携手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。